北纬24度，东经118度，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一个面积仅为1.78平方公里的小岛，为什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西方文明进入东方世界的历程中，大量西方人首先来到这里。在百年之前的纷扰乱世中，这里却成为一个真实的伊甸园，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方之一。人们在这里建造了上千座花园别墅，把这里经营成一个别样的海上花园国际社区。厦门，鼓浪屿，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重要登陆点，作为古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桥梁与缩影，作为全球化初期中西文化深度交汇的典型范本，这个小小海岛的历史和往事烟云弥漫。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首闽南童谣生动描述了一场发生在厦门和鼓浪屿的战争。1841年8月25日夜晚，距离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一年多后，一支由3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运载着2500多名英军，穿越厦门外围岛链，陈兵厦门南水道。这张是1841年哈。英国皇家海军，他就叫做本田克号的测量船啊，测量出来的厦门水道图，实际上就是英国侵略厦门的路线图。这个就是我们鼓浪屿，这里就是厦门啊。那么可以看很清楚的看到，这鼓浪屿正是正面战场，正面战场。所以这张地图是我们应该说是。是近代以来厦门的第一张水道图，也是英国侵略我们厦门鼓浪屿的一个证据。8月26日下午1点，厦门港内刮起大风，英军趁着风势向厦门岛和鼓浪屿发起总攻。当时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对这场战役做了详实的记述。The two vessels, Queen and Sesostris, sailed to the east end of the Long Battery, and Blonde with Druid and Modest sailed toward Kulangsu. Bentinck gave the soundings from 400 yards in front of the Long Battery.For 4 hours did the fleet pepper at the battery without a moment's cessation. Wellesley and Blenheim each fired more than 12,000 rounds. 在中国丛报里面都讲得清楚了，鼓浪屿是整个九龙江下游的一个咽喉地带，所以它势在必得啊，它正面攻击我们鼓浪屿，最后没有打下来，是从背后侧边的沙滩登陆。尽管我们的武器不如他，但是那种精神呢，还是非常的值得敬佩。你像外国的书上呢，他自己也说了，他想不到这些中国士兵呢，中国的将官呢，他们就有的是昏昏头还信过。这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大清朝国势渐衰。不再是四方敬畏的天朝上国，虽然驻守军民奋勇血战，但厦门岛和鼓浪屿相继沦陷。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鼓浪屿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从此随着西方文明和华侨文化的进入，
这座小岛成为东西方多元文化交融的全球化社区，成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鼓浪屿。